深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用热情的弹幕来欢迎我们的深深闪亮登场啦！欢迎欢迎欢迎！啊，好尴尬啊 ！Hello， 大家好，你好你好，周三猫，好久不见，就是上次来到我们直播间，应该是一个月之前，是不是特别想念我们东方街道的朋友们呢？一个月之前吗？一两个月之前，是这样子的。那也没有很久啊。真的吗？对对，很想念大家。好的好的，欢迎深深来到我们东方街道直播间。然后的话呢，最近深深的话加盟了我们的那个青春环游，这是 iPad。我知道，不是，我说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没事，我们深，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可以看到大家的那个评论，是。然后就说，听说最近我们深深参加了那个《青春环游记》的第二季，有没有什么有意思，就是非常喜欢的，就是特别有趣的经历可以给大家分享的呢？有趣的经历那真的是太多了，因为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说，但具体还是要去看节目。是的，因为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节目。好，你有看吗？死亡提问。我有看，里面有其他的那个我非常喜欢的。我们的主 MC 都有谁啊？天哪，我知道贾玲。然后其他的就是深深，就因为其他的就都是深深是吧？对对对，因为我的眼里只有你。是的，然后所以的话就是。然后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深深最近也知道，大家都在那个网易云上面有听到独家发布了那个《不想睡》这一首歌曲，对，大家都非常喜欢听。然后这首歌最近在我的脑海里不断的就是循环着啊，有时候做梦都能听得到。然后就是算是做梦还在放歌吗？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就是睡眠质量太差了，你知道吗？就是会可能会有隐隐约会听到一点点。听歌睡觉质量会好才又怪了。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一个不想睡这首歌里面有什么特别想要跟大家说的吗？其实不想睡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虽然不是我自己的原唱的一个作品，但对我来说意义会非常重。因为自从我开始有意识到要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或者每次唱歌的时候要有一个 ending 曲的时候，不想睡它就作为了这样一个非常重量的承担，所以它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的是的，就是你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呢？里面就是前面第一句就特别特别好，宇宙中默默自转的星球，冥冥之中你又现在遇见我，就感觉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都是自己属于的一个星球，但感觉宇宙当中就是有那么一份缘分让大家可以相遇，就像我跟我的生迷们，然后我跟歌迷们，我跟东方街道啊。太好听了，我跟你讲，我跟大家讲，我的这个手真鼓掌太想，就是一直很想鼓，但是就好假呀，不是就很想鼓掌，然后就一直不敢。我都怀疑我刚才是跑调来了，不是啊。但是我其实最喜欢是那个，就我唱不上去啊，因为那个调太高了，我最喜欢的是那个不想睡那一句，那个高潮那一句。你唱我心声啊，就不好意思，就是我怕大家骂我，就流汗。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话呢非常厉害，深深的歌声再加上我们这一首歌曲是真的是天造之合。你是很紧张吗？不是，因为我看到这个提词器它有点打断我，你知道吗？我们接下来的话要跟大家就是玩一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网感表情包大 PK。 因为大家都非常喜欢深深的非常多的图片，我们让工作人员先给我们 KT 版哈。什么？这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别 Q 我没结果，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非常喜欢深深的表情包，然后这一个就我有时候就不放，就是像就是刚才是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想跟大家就模仿一下我们深深，就不好意思，就模仿有点丑，但是想今天就你刚才在模仿我啊，因为我在别人眼里是这个样子吗？就是没有，我们是其实是想看原版重现这个表情包，对，能不能给大家模仿一下？别 Q 我没结果，这其实应该不太像这个，别 Q 我没结果应该是。啊天哪，这个是另外的一种哎。大家赶紧截图哦！好丑，我稍微拿过来一点点啊。好的，好的，好的，大家可能看不到。好嘞，然后我们看一下深迷们的评论。然后我们下一句话，下一个是年纪轻轻，这么怎么就秃了？打错一个字是吧？要表示惊艳是吧？惊讶，预备走，什么东西？年纪轻轻怎么就秃了？好的，那我们下一张呢是发现这张我很擅长，因为我就听就这样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又是在模仿我是吗？啊，
就是我们大家其实我们声明还是想看深深自己做这一个、发现精华用完了，发现精华用完了，就啊，就他们这个表情吗？是他赶紧买起来，精华都用完了，再不买真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没有的用了哈。然后的话呢，我们下一张是打起精神，打起精神啊，太元气了，太元气了，真的，你不要再夸我了，好不好？你夸的我真的好尴尬。不是，因为其实我说实在话，深深，就第一次跟你做活动的时候，然后那一次其实我对你只是说这个人就是深深，我们唱的太好听了。但是后来我就是不断去了解我们深深歌曲，当然我自己也成为了一个深迷，是真的。哦，是吗？是的，是的。嗯，都既然我跟你说了，不要再夸我了，因为你夸我真的会很尴尬。我们进行下一个表情包。好的，好的，下一个表情包是。啊，小朋友，是这个、是小朋友有很多问号。哎，这个蛮好的。我的小朋友，你是不是有很多问号？啊，哇，真的，我觉得我真的表情真的比不过，就是输了输了，真的比不过。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给大家就是送出我们今天的第一波我们的生米的福利。这么快就有福利了吗？对啊，对啊，因为我输了。这我说这有福利，就是要给大家送我们十份我们的那个恒基凝乳50毫升的正装，我们哦送的是正装，对，送的是正装，建议大家关注我们直播间哦。然后的话就我们可以 iPad 点这个截屏，然后就可以截屏，然后我们开321，然后你就截屏。好，321，咔嚓。好的，然后这上面截到的人就全部都可以获得我们那个正装凝乳，对，十个是吧？十个，对，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摄影大哥来放大家镜头，看见吗？应该看不见吧？嗯，好的，恭喜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朋友是 TB14760127，第二位呢是我们的武王麒麟 K， 第三位是豌豆 OUO， 第四位是小千，第五位是陈清明啊，第六位是易星 SBTD， DH， 然后第八位是这个什么字什么先生的，然后大家就摄影大哥可以看到啊，然后的话就是那个下面一个是大雀仔，最后一个宝宝呢是最后一个我们的明明还有四个，为什么就变成最后一个了、啊、真的吗？1 2 3 4 5 6 7 8 9 10，还有两个，然后这个是 IVYIVYALEXHANK， 最后一个呢是别样的芳芳啊，是这样子的。嗯，很难过是吗？念完之后发现这么难、就是我们恭喜我们所有今天晚上中奖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去联系我们东方极道的人工客服，然后的话呢三天内去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去联系了，然后恭喜我们所有中奖的生迷们，请大家对记得联系我们的客服，然后领取你的奖励。那奖励是我们的恒基凝乳50毫升的正装哈。正装哦。然后我们今天呢，其实现在来到我们这一个东方极道直播间啊，其实我这几天在家里，其实说实在话，一直是有苦练歌喉。是吗？是的。那刚才让你唱不想睡的副歌你也不唱啊？就那个太高了，就可能对我来说有点挑战。就今天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跟深深玩一个歌词接龙 PK 的环节，歌词接龙 PK， 就是，但是我们，但是我刚才上来之前，他们有跟我说，我就主持人其实已经知道了很多的歌单，要是等一下你还是没有 PK 过我怎么办？啊，所以我是必须要 PK 赢你才会有接下来继续的福利给到我的生命们，对不对？就是我是有做一些小功课、小笔记，是这样子的。那叫小抄，不叫小功课，不是，是小笔记。对。然后的话就是，当然了，我们今天既然是东方极道直播间，所以的话，我们所有的歌词呢是有要求的，就是我们需要就是跟四季冬春夏秋四季冬啊，不是春夏。你在说什么？春夏秋冬有关的这样子的歌词。好，那我就第一个唱，就是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花会开。啊，唱完了吗？啊，这么快。好的，那我记住了啊。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喜欢你就把我当作你，所以我无论还是生活的大的你诉说冬天快乐。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我唱完了。哎呦，春夏夏夏。
五四，就让秋风带走我的哀愁。让我想想，三二一，认输。你做完小抄就是这样的水平吗？不是，你没有看到我，我看到头没有低下来，我就一直在脑子里在。我没有看到，我刚头一直看前面，然后就一直没有看下面啊，就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现在输的这么的哦，好吧，不是因为就深深是中华小曲库嘛，我以为会有很多轮，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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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是飘飘结束了，是因为真的在中华小曲库面前就只能认输啊，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既然输了就开始夸对方，这也是个不错的计策啊。就是那我们现在送的是什么样的呢？什么样的福利呢？我们接下来要送的是我们深深的签名，我们的那一个写真啊，就古风的，因为我觉得深深真的特别适合古风。不，有一说一，你心理素质还挺大挺强的。怎么了？没事，就是在夸你啊。好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抽的是五份的我们的签名签笔是吧？亲笔签名的写真集啊，古风写真集。哦，对，就我刚在那儿签的。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就深深的话特别适合古风，然后里面叫我周深也可以啊，每一张不用逼自己叫我深深。不是，然后每一张都很每一张的话都很漂亮，是这样子的啊。都说了，别再夸我了，你再夸了我会很尴尬。谢谢。好的，好的，谢谢招财猫。对，然后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截屏抽球，那我们先给大家想个口号吧，就让大家刷什么。让大家刷东方记道吧。哦，那深深的让大家刷东方记道，我们来截取五名幸运的生米们，然后来获得我们深深的亲笔签名的写真哦。好，那我们开始倒计时了哈。好啊。好的，大家就是刷起来，刷起来，现在还没有刷。那你是没有，你真的是没有在看见对吗？不是上面不都是大家写的东方记道吗？好的，现在又刚刚直播是有延迟的，现在又有了，现在又有了。好，那我们现在倒计时吧，深深。好啊，五四好，三二一，咔嚓。好的，我来截好了啊，截好了。然后的话呢，我们恭喜第一位朋友是社长水灵灵哇哇，第二位是莲，且第三位是。你为什么每次都能遇见不会读字？因为我也不会读，你这字怎么读啊？好的。然后第四位的话，大家看一下，就是一个然。然后第四位的话呢，是爱吃洋芋粑粑的星星。洋芋粑粑，洋芋粑粑，你读成洋芋粑粑是另外一个东西。洋芋粑粑的星星，然后。第五位呢是 XXXSVLXXX 啊，恭喜这五位我们的生米，是这样子的。然后谢谢我们招财猫这么辛苦、啊。不辛苦不辛苦，大家都是应该的。然后的话，三天内去联系我们的人工客服就好了。三天内吗？对对对，三天内。为什么不现在去联系、啊？我怕大家现在记得一定要记得去联系我们的人工客服。那获得的是什么样的礼物？获得是我们深深亲笔签名的古风写真一份啊，是这个亲笔签名的，是这样子的。一份是这样子的，谢谢，好好的，然后我好的，然后的话，下一个游戏环节，我来看一下啊，我。好的好的，然后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公司里哦，跟你讲一下，就是我们公司最近就是被我们深米的哪个公司啊，就是不重要，就是这个公司里的那个公司里就是被那个，因为别人就是东方记道的直播间就不能打广告，然后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公司最近就是被那个深深我们深米的粉丝的信，然后堆的就是很高很高，然后话接下来我们工作人员将端上我们的深米大信箱啊，是这样子的。这个哎呦，你在干嘛？哦，这好重啊，天哪，这真的太重了，不要再演了，明明是真的，被你演的好像很轻一样。这个真的很重，真的很重，这是不是真的很重？就是
真的很重。然后这一个，然后的话就是你可以看到，每一次深深都跟我们深迷讲说让大家少写点字，但是真的大家就是止不住这个文采，就写的非常多，可以随便抽取一封，然后我们来给大家念一下。嗯，好吧。哎，这个写的是长高秘籍，如果打开它要是写很多页的话，那就真的是很不听话的一个生命了。被你传染了。哎呦，我的信被打开了啊，让我激动一会儿。回归正题，长高秘籍就是多喝牛奶，多吃含钙的食物，多晒太阳。那我要告诉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好，哈哈哈哈哈。然后他说，以下才是我对你的表白。哦，又是彩虹气体，然后用的是俄语。哇哦，是吧 ？Спасибо за то, что вы любите。啊，他说谢谢你喜欢唱歌什么之类的，然后希望你就越来越好啊，越天天开心。好，然后生米一直做你打不烂的后盾，深深永远是最棒的哦。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信，我觉得这个字写的非常漂亮。对，写的很好看，很好看，我很羡慕写字很好看的，因为这样写字也蛮，就是感觉让人看完就很开心。是的，是的，是的，谢谢，谢谢这位生米。但是应该我们都很少见手写俄语这个样子写的哦，对，写的全是打印体，手写不是这样写的，抄的真的也是很辛苦啊，就是抄上面的翻译。好，那我们可以抽取下一封信封咯。啊，一共要抽多少封啊？可以抽五份吧。因为这个里面纸真的很多，信真的很多，纸真的很多啊，信，你把他们写的信叫纸，抽一封，嗯，好的，好深啊，这一次，好，周深清晰，这一封很漂亮，是那个，是你喜欢这个颜色吗？啊，我不，也不是，我都说你不要再夸了，真的很假，他就是这个信封，然后当然他会用心的选，那你夸完之后，我会让人觉得他很平凡，嗯，好的。哦，这个好像有点长啊，两张纸。哇，这真的是我小学作文都没有写那么认真过。天明来上面，那个大南山那边，看我在疯狂的心里，现在西安的米哦，感觉西安，我去过西安。对，因为我18岁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成人礼，就是自己去爬的华山，然后就去了西安那边。对，哦，也吃了那边的好吃的，然后发现那边的东西都特别大份，点完一份就可以把自己胀到啊。就会变胖，哈哈，不会啊，会啊，我不是，我就说 你没有任何幸福力哦。我听到这边，我们现在读信的环节就这么安静是吗？还是我要读出来？也可以啊，就是可惜说到底我还是一次一次错过金融米干。哦哦，所以我觉得我很开心，就像他信里面写的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他们在就可能觉得粉我，或者是不粉我之前，但之前就已经听过我的歌了。我觉得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开心的事情，包括现在别人都会说听过我唱什么什么歌，我都觉得是特别开心的事情。有什么是你会特别开心的事情吗，招财猫？特别开心就是在吃夜宵的时候都特别开心。吃夜宵我也会很开心。对啊对啊，然后一个人就是看外卖，一个人吃夜宵，对，就是看外卖比看书都要认真。看外卖应该点了点去，其实点不了很多很多外卖吧，因为一般在家吃来吃去也就只会吃那几家哦。嗯，谢谢谢谢，这封字写的也很漂亮，很漂亮，大家写真的都好，真的很漂亮，好羡慕，这封字很漂亮，对，真的很好看，谢谢。好哦，我看到弹幕有说的是，对对对，正在吃夜宵，然后弹幕有说的是发工资开心，然后弹幕还说是工作人员笑得太大声了啦，为什么是了啦？好好的，让我们来抽第三封咯。第三封点外卖很头痛，对我来说点什么我都很头痛。哦，这一封我发现他们选的信封都很有心，就我怎么以前没见过那么好看的信封纸，怎么了，不附和一下吗？天哪，我觉得这个真的太高级了，太夸张了。你真的，你夸人的时候你夸过谁会让那个人真的感觉到开心吗？没有，我朋友都很喜欢我的。我不是肯定会很喜欢你，哦，我的意思说是你一般夸他们是怎么夸啊？甚至可以接下来这封信可以来读一下。你这样很不尊重我哎，啊啊，不好意思，我开玩笑。哎，我这怎么打开啊？这个我也不敢打开，因为我怕把它扯破。哦，开了，啊，哇，这好厉害啊，这个有机关，这个信真的有机关。是
深深很幸运也很开心能够认识你，始于大鱼终于杀什么的采访，让你懂的。然后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是那些有趣的采访陪我度过了不开心的日子。哦，真的哦，居然不是我的歌曲。嗯，记得你在我们的歌说过，很多时候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会追逐一个榜样，会有偶像，后来慢慢理解了，因为我们会从榜样身上找到那些美好，那些力量特别的迷人，所以特别要感谢深深你让我看到那份美好，看到了那种力量，尽管生活很苦，但还是要笑着面对，就希望深深能够永远每天开心。哦，谢谢谢谢这封有机关的信。对，因为我觉得开心真的很重要啊。对，开心最重要。所以就是因为我自己的性格以前可能会是很多时候啊，尤其是刚出道前几年，就很多时候不会拒绝是我最大的问题，就很多时候明明是可能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嗯，然后就不知道怎么拒绝就做了，然后最后自己做的也不开心，别人还觉得就是哦只是帮了个忙而已，就反正凭什么，所以、嗯、所以我的意思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然后很多时候不要去为难自己，反正就是一定要保持开心。对，下一封第四封了对吧？对对对，哦，哇塞，这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好厚啊！真的吗？你们是不是有人民币？No， 哦，这个还是三金的。你们不要误导大家啊，它只是一个就是封的那个、哦，对，好像是烫画的什么之类的，一个戳。哦，还好，厚是因为里面有张贺卡。对，有张明信片，这个哦是金。如此热爱唱歌的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玉屏风颗粒，嗯，为什么突然打广告？可以预防感冒，然后增加不不不不，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最近感冒的次数少了很多？因为之前我是几乎特别特别经常生病。嗯，好，要读吗？不，还好还好，他的字很漂亮。啊、这个我可能就会不太认可了。实话呀、啊，我觉得比我的漂亮、啊哦。他看得见对吧？对不起，哦你哦，你写几个字我看一下好不好？不写了，就你看我这个都我小小的年纪，怯怯的沉闷，天真的以为善良护我平安，这是写的歌词吗？哦，是他自己写的一个诗吗？有点文绉绉，我就先不读出来了啊。哦，是位诗人朋友吧，应该算是他写的这种小小的。小诗，感觉好文艺这个词。你读都没读，你就夸人家文艺？真的，我看到了，可以给他。哦，这是他的信的内容了、啊。认识你是从我们的歌开始的，在家过年的时候看节目，被你的歌声深深吸引。每次听你唱歌，我心中都会涌起一份美好、柔软且温暖的感动。入坑考古会发现你是一个善良、温暖、活泼、有趣、可爱的小太阳，还掌握多种语言技能，多才多艺，惹人爱。一路走来，你与生命之间都有很多人心照不宣的默契的，大家如亲友般以满满的真诚相处。我一直觉得能以朴实的真心和温柔的善意对待世界的人，他内心也一定是柔软细腻的，让人心疼。嗯，看你包容下所有的不易，所有的质疑，默不作声的吞下，认真用心的从一首一首唱到现在，深受业界与听众的赞美。哇塞，就夸来夸去就是夸我很努力的唱歌，写了这么多。希望你一直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做你喜欢的事。但真的他写的很认真，就、嗯、这种字体就你看就看得出来他是一笔一画写的。因为之前我们就是在课上很多时候记笔记的时候，一开始你会好好记，到后面就是会很多连笔，但他到后面都还没有写出连笔。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很沉闷很沉静静得下去的一个人。这种字我现在已经写不出来了，这种字这就是个普通的中国字。刚回到家疫情便来到，然后回校的日期也一再延后，和同学聊天时不禁叹息，身为医学生却还没有能力去保护想要保护的世人。哦，是个学医的哦，幸好因为喜欢上你一直在听能解答一切的答案，谢谢深深，是你的出现让我改变了自己的心境。你曾经说过梦想只会被压制不会消失，由于以前痛苦的经历，我一直陷阻在黑夜的啊，反正很不开心，连自己都无法救助和治愈，对于救死扶伤的梦想也一度自我怀疑能否做到，只顾沉浸在一个人的痛苦的玻璃世界里，而在这次突然的灾难面前，看着处于水深火热的生命，空有一腔热血，深感自己的无力和渺小。与众生的疾苦相比，我愧疚于自己格局的狭义，只有
狭隘，只有浪费时光的伤感，却毫无价值，不如与自己的心魔和解。嗯，去追寻和守护这世上的美好，重拾梦想，努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你说过所有东西都会过去，所以不要再丧了，朝自己的努力的方向加油。哇、哦、好感动。虽然我是个中医学子，中医素以药食医人，深知疾患，可是于我而言，你胜于药食，突然开始油腻，可是医治我心中这份曾被痛苦过往所压制的梦想。今年研一正好备考2020职业医师资格证，给自己加油哦，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就是比较怎么说比较低落，或是比较难过，或者情绪比较失望的那个时期、嗯，但很多时候我觉得还是说那句话，我觉得大家有一个爱好很重要，就你可以把你自己有的时候当下可能自己有些过不去的情绪，你可以通过这个抒发出去嘛。就像我没事就喜欢在家唱歌，就开心不开心就在真的就在家唱歌，这样会让我情绪好很多。所以我觉得找一个情绪的出口会非常重要，而且很多事情真的是不要就是丧的时候嘛，丧丧就好了，然后当熬一熬熬一熬，好好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会过去。像我不开心就喜欢吃，就是这样子，挺好。我也喜欢吃啊、嗯，对。好，那我们来抽最后一封、哦。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吃辣吗？你是哪里人啊？啊、我是啊，我是温州的。你是温州？温州话怎么说？啊，你为什么 Q 我？因为温州话很难说。温州话用温州话说，谢谢生米们的支持怎么说、啊？温州话不太说这样的话是吗？那谢谢怎么说？谢谢。你是温州人吗？谢谢怎么说？谢谢。你在家不说温州话？我在家说。那你在家没有礼貌啊？不会不会，我很有礼貌。谢谢的是，谢谢都要想这么久、啊、谢谢应该是 ZZ。 嗯，你欺负我不懂是吧、啊、真的你没有温州的朋友谢谢是 ZZ 吗？真的是有吗？有吗？有就是有吗？嗯，现在暂时还没有。真的是 ZZ 吗？对，暂时还没。是的，你看有人说真的是的。你这个假温州人怎么没看到这句呢？所以谢谢怎么说？谢谢真的是那个啊 ZZ 啊，真的真的不是你知道我就是太久没说了，就是太、那个、哦，很久没回家是吗？对。你现在敷衍我？没有。哦，是的，真的是 ZZ。那。谢谢你怎么说？就加一个，嗯，就是这样子。你看温州话也没有多难吗？对对对，是这。那今天天气好热的温州话怎么说？给你脏你啊。哦，给你脏你啊。嗯。哎，那和普通话是有点关系的啊。是啊。因为我之前听到别人说温州话跟普通话没有任何关系。他可能讲的比较快，就读他可能在唱 rap。是这样子哦，这是个假的温州人吧？好，我们来拆最后一封喽。温州话你觉得最难说的一句是什么？最难的，我都觉得挺简单的。太棒了，谢谢你的回答。好，哦哦哦哦，好长，我们说好的写短一点呢。哇塞，就是几张纸啊？数一数啊。这不是哇，一二三，哇，这个真的不得了，六六，这个真的不得了。温州话怎么说啊？天哪！你先想的啊，深深哦，写字好好看，哦，他们写字好好看，我好羡慕啊，超羡，快想一下。哦，真的，这你知道一下这个真的不得了，怎么说？真的真的不得了。山东某大学生已经放假在家130多天了，所以写字都写丑了。No， 你写字非常好看，但是我不放弃，我还要坚持写。没错，为什么呢？其实我平时在私信已经叨叨多了很久，但要让我再写一遍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哈哈哈哈！我先不夸你，所以你可以安心往下看了吗？可以。我们现在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看到你啦，你已经是 C929 最亮的那颗星星啦，然后在你身边的这么多小星星也都超棒的哦，然后生命们都好棒啊啊啊啊啊啊，特别温暖，每次去超话看到大家都好友善，一起爱意满满的守护着你的时候真的很开心。呜呜呜呜呜，怎么那么多拟声词啊，呜呜呜呜，想好了吗？想好了。我要说是吗？嗯，这个真的不得了，给盖当子脑国德。鸡盖张子脑国德，脑国德，脑国德，嗯，鸡盖张子脑国德，嗯嗯，这个姓好长啊，用温州话怎么说啊？天哪，想想啊，那个看到就是
关于这段话，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坚韧不放弃。你一直说自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可是你一直在坚持自己的热爱，不是吗？或许这条路上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友好，但你从来没有放弃呀。谢谢你为你所爱的坚持，谢谢你自己成为了那么棒的周深，然后为我们做了合格的偶像啊！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偶像歌手，但现在想好了吗？哦，刚才让我说什么？我忘记了。这个姓好长。哦，기갈상장지야。기갈상기갈상장지야장지야지지야응어기갈상장장지장지야아응你真没有在骗我吗？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吗？是啊是啊。嗯。大家好，我是来自温州的主持人，用温州话想一下。哦，天哪！谢谢你哦，刚刚又读过去了。嗯，粉深深越久越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始于歌声，忠于人品，这句话用在你身上真的很不错。你知道没有？是沮丧的时候听着你的歌，甚至单是翻翻相册看看，你就会很开心啦。这么的神奇呀、啊！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或者自己也都不愿意相信，总是这样。所以现在我说给你听，你就要听哦。感觉很凶，想好了吗？啊、哦！我又忘记刚才让我讲什么了。大家好，我是来自温州的主持人、招财猫。以前总感觉自己认识你时间太晚了，错过你太多太多的经历和精彩，比起现在能够为你站在舞台上闪闪发光而喝彩，我更羡慕布丁们能一直陪着你，从始至终，从无到有。其实我觉得都一样，都是陪伴。对，我一直感觉过程比结果更重要，陪伴和见证也是，比成就更重要。能够看你一步步走上更大的舞台，更开朗，更自信。作为你的小粉丝，这大概是最开心的事情了吧？不过也没有关系啦，你知道的，以后的路我们会坚定陪你走下去，可以啦。这是一件我们觉得任何时候都为时不晚的事情。以前呢、啊，总是想着抢前排，被你看到恨不得一天到晚都在牺牲和私信里和你乱七八糟的说。现在就是个佛系米米啦，抢到抢不到，看到看不到，甚至我们都没有未曾碰面的时候，都就不重要了。哈哈哈哈，拖到现在不是也没怼吗？哈哈哈，写那么多。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这些是非与否都没有办法影响我对你的喜欢，对你的支持。喜欢那姐妹们真的太多，我也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姑娘嘛。每个人的小爱聚集在一起就成了大爱，都是一样的。对不起，抄错行了，抄的谁的信？哦，他括号解释了，他先写在备忘里打的草稿，好的，全部原创。能被你感受到这里就非常好了，这都是生命对你的爱的力量。我知道你可以感受到我的，你更多的时候是把大家当成与你患难与共的兄弟。对，我也只是希望你能够一直开心的唱歌，健康有成就的时候就给你最热烈的掌声，不开心的时候就第一时间给你温暖的鼓励，仅此而已。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超话签到，似乎已经成为了我的习惯。每天在评论里给你说句早安，深深好好吃饭，中午好，深深好好吃午饭，晚上好，深深早点休息、啊、不吃晚饭吗？不吃晚饭吗？会淹没在众多的祝福里面。然后叮咛喜爱，我也很喜欢这样的你，我们一起分享歌声，走进的生活的经历，过往陪你展望未来，也请你允许我们以各自的方式来支持。哦，这句很好，以各自的方式来支持我，我觉得这个特别棒。还是我说的那句话，就是先过好自己的生活嘛，然后好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就最棒了。嗯，深深你想好了吗？我是来自温州的主持人招财猫，怎么说？嗯，是欲求给自己呢，然后后面我就不会说了。招财猫哦，可能温州话里面没这么说的、啊、对对对，我也是第一次做人家那么忠实的小粉丝。你在为了夸自己忠实，我也要一点点开始学习，开始真正为做好的事，而不是自以为为你做而实则不然的事情。我以前真的没有追过星哎，甚至都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疯狂的追星。没想到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哦，你在十九岁写字就这么好看，嗯，这话有点奇怪。我在十九岁的时候成为追星少女，哈，我现在已经二十多岁了，嗯，原来是。对不起，现在我才知道那么炙热的热爱对一个人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焦点的人，单凭肤浅的喜欢是微不足道，是可以坚持这么久的。我们追随的是周深那个人，你身上的美好品质如此让人着迷，你已经成为了越来越闪耀的偶像了。我在学习也做更好的粉丝哦。然后有个插曲，他是有你吸口气是什么意思？不是在直播当中抽中了深深做鬼脸的丑图、哦、哈哈哈，你是真的用心在做鬼脸？那是那个是哦，我知道那次真的很丑，那次真的很丑很丑很丑。每天晚上都会听着深深的歌睡觉，哈哈哈，以前睡歌还总定时，现在总是忘记，因为想再多听一会儿，结果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真的就听了一晚上。但是这样的话会对耳朵不好，所以我觉得最好还是不要晚上的时候听歌吧，或者是听歌的时候可以用个小小的音箱听，因为塞进耳朵的话会对耳朵不好，对不对？啊，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啊。你平时会你喜欢戴耳机听还是用音响听啊？戴耳机听。哦，深深能够认识你，喜欢你，真的好开心。你一直告诉我们，好好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对，放弃吧，小时候没有牺牲的日子，我真每天好好在生活。哦，那就很棒了，在平凡的日子里努力找小小惊喜，成为这一天的涟漪，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那也是我辛巴公主自己希望能够做到的事情。这么优秀，我也可不能差啊！怕你无人知晓，又怕你人尽皆知。可是你就是那么独特的那颗星星哦。不知不觉已经说了那么多，知道说那么多，还写那么多。
不知不觉我已经说了那么多，行了，我知道了，我不说了，我不说，你不说了，后面还有两张纸，辛巴公主，你不是说你不说了吗？耶，辛巴公主，你我猜你会说不，但是你说不也没管用，你管不了我的事，你也管不了我的事。我要不是因为上通告，我才不会读那么厚的信了，没有了这个意思。虽然平时冲浪的时候多看看你微博评论和私信吧，虽然你们可能会有不少彩虹气体，但是我们真的特别特别喜欢你，被爱意包容，不要去理会网上不好的声音。哎，这个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就是不要去理会别人不好的声音，因为别人的嘴巴用在别人身上，你也永远管不了。那你就永远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在意别人的事情。我现在说话速度变快了，为了读信，真的是太拼了。现在你已经是27岁的大少年了，不要告诉我多少岁了，我还年轻，马上就28岁了，这是什么意思？快点谈恋爱吧！啊呸，要你管。遇到你喜欢的人就勇敢的去追吧，赶紧断了我们这些凡人的念想。虽然我现在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很酸，但是真的到那个时候，我们会给你一直真挚的祝福，希望你可以幸福一生一世。然后希望你永远能够开心，这是一条酸味十足的祝福。深深等我，我是一个要拥有现场的公主。等疫情过去之后，我们一定要去看演唱会啊！还有一张纸，你看现在我连不要说，我你看我现在连50都抢不到。难道姐妹们现在都已经用了5G 手机了吗？实在太快了。妈妈说她会赞助我的。我在想，你干嘛让妈妈换手机，用我当借口啊？真的是。我在想，我只需要妈妈赞助我一下门票还蛮贵的，车费住宿我都会自己搞定。然后这里顺便说一下，妈妈也很支持我喜欢深深哦，而且妈妈还说深深唱歌很好听，是个才子哦。谢谢妈妈，哎，谢谢阿姨，我简直是比听了妈妈夸奖我还开心呢。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段来自你小粉丝的心意，和我还是社会经验不足啊，在手机备忘录里打草稿的时候有多少，与现在吵就有多累。最后我想说，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无论任何时候我都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还有，我一定会抢到前排的烟火去演唱会，未曾谋面的我也将会终将相遇的，我期待那一天。谢谢你大兄弟，现在写的字画了一个心有点丑，但是它还是一颗心。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很丑的话，那么你就觉得是口红的事哦。这用口红画了一个心啊，哦，哇，不说真的不说都看不出来是颗心，真的是。好，谢谢你，谢谢这位生米深深来喝水。苍天饶过谁？我跟他们说过以后写信写短点，最后抽的最后一封居然是这么，我帮你装起来，没事我自己装。哦，好的。没想到最后抽的一封信是这么长长的一封信，啊，天哪，这个太……但是，哎，来放进去吧。但是其实要换句话来说，你要，要写这么多的信，那个，也是很累的。我在说话哎，哦，好，不好意思。就换句话来说，现在要写这么一封信，也是要很累的。真的真的，所以谢谢大家的心意，谢谢。那真的可以写短一点，谢谢。好了，好的，那我们声明大信箱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环节，那么就是我们的歌词猜曲。这四个字有那么难念吗？就是我到时候会给声音读一个歌词，然后歌词用于一句，对，一句歌词，然后到时候深深然后去猜这一个我们的歌词。然后你再给我解释刚才那四个字吗？歌词猜曲。我知道了，我们开始吧。好的，我来看一下我的小本本，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啊，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挑战失败了，我们是有小惩罚的哦。好，就是要喊我们那个柠檬片，然后唱那个我最喜欢喊柠檬片，柠檬片吃那个柠檬片，然后唱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达拉崩吧。我们赶紧来玩游戏吧。嗯，好的，然后不能跑调哈。好，第一句呢是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爱怎么做，怎么错，怎么看，怎么难。爱怎么做？天下有情人。我匆匆的走在森林中，我匆匆的走入森林中，难平晚中。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惫；伴你慢行，一段接一段。我没听过这歌吧？应该不可能。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惫。漫步人生路。嗯。又答对了。然后下一个是我们的月光编织的年轮，绕过你紧锁心门，没人向我不断叩问。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深深的话语，然后虽然不再说话语。
天哪，我们今天酒店的工作人员白准备白切了那个东西。你可以吃啊。好，不行，打完了吗？完了，吃了，打完了、啊、对，打完了。请上柠檬片。天哪，不要我吃吧，我长那么大没有吃过柠檬片。真的吗？那更要看了呀、啊、真的吗？你给我们增加了看点。哎，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次吃柠檬片的人表情会是什么样子。准备好了吗？你什么表情啊？你还没有开始吃。哎，嗯，那我吃了。我也没有准备放过你吃。好的，要嚼哦。真的真的吗？这可以嚼吗？柠檬是可以嚼的，不可以嚼他会拿来给我吃吗？吃吃吃吃。你怎么连演示吃了柠檬都觉得那么假呢？好吃吗？会不会爱上？还好，又不吃啊。这个不酸啊、嗯、再吃几片我看一下。啊，不吃了不吃了，还有主持呢。还有主持、哦、你还有主持。哦，好、嗯、谢谢招财猫。嗯嗯，好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给他送福利了是不是？那好的好的，什么好，那我们接下来的福利是什么？接下来福利是什么呢？接下来福利就是我们十瓶我们的正装的清基凝露50毫升。十瓶啊？对，就跟我们刚才抽的那个第一轮是一样的。嗯，然后我们深深再给大家写完口号，然后让我们声迷们来大家刷一下。吃柠檬片真的很酸，用温州话怎么说？哦天哪，我真的算了算了，我不是温州人，算了。你是怕过去了？那你是哪里人？我真的是温州人。那你帮我想一下这句话怎么说嘛。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打谢谢东方既到啊，打谢谢东方既到，因为有我们东方既到才会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见面，然后才会有这么多的福利给大家。好的，那我们因为它真的很好用，就一定要选自己适合的产品嘛，因为刚好我们也有春夏秋冬四样，然后根据你的肤质去选不一样的、嗯、然后适合自己的就会对皮肤很好，会很维稳，尤其夏天到了又容易出油，然后最近大家又在戴口罩，所以其实挺重要的。对，嗯嗯嗯，来吧。好的，那我们开始倒计时咯，我们声迷们已经刷起来了。你这次终于看见他们在刷了是吗？啊，是，大家刷得很热烈。来截屏，我们深深来截屏。三，我来截屏，你为什么喊我、哦、不好意思。好了好了，开玩笑，感觉我很凶哎。三二一，好的，好来读吧。十位，十位啊，清一下嗓子，然后，嗯，他现在没有办法放大，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要看一下确认。然后第一位是我们的周深最棒嘞929，第二位是我们的兔小懒是只懒兔子，第三位是我们的叶大大是生米，第四位是我们的倩倩三初见，第五位是我们的阿翔阿玲的阿玲呀，第六位是我们的生的米，第七位是我们的润润江江江，第八位是我们的星星。我的名字这么难念吗？ Charlie 啊， Charlie Charlie 的星星。然后第几位了？现在已经是九啊，第九位，第九位是米米在牺牲，然后的最后一位是什么？盈盈无语94456。恭喜大家获得我们50毫升的正装的那个。是的，恭喜我们十位我们的朋友获取我们的十瓶清基凝露的正装啊，50毫升的十瓶清基凝露的正装。嗯，好的，我们现在其实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我们的公屏当中来截取我们的声迷们的想问深深的话，我们来截一下。哦，现在就开始是互答问题。对对对，因为我们是直播，然后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是有想问深深想对深深说的都可以在我们公屏里面刷出来，然后我们到时候截屏然后来抽，是这样子的啊。然后的话呢来抽取我们的那个幸运的观众哦，就可以。有几位？有几位啊？嗯，看你心情。啊，不是不是，我们来抽五位吧，我们来抽五位吧。嗯，刚刚是幽默吗？啊，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怕这场子冷掉，是这样。五位是吧？对对对，我们来，我们先来截第一次啊。好的，好，你来截。三二一，好的好的，我来看一下这个评论。一共要截几次啊？截五次。哦，就是你看，这全都是二砖，全都是二砖，对，都在催二砖，二砖，对对对。二专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出，但是真的一直在用心的准备当中。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等候吧，在等待二专之前可以先听一下我之前发的一些单曲嘛，可能是 OST 啊，或者是单独发行的单曲，都可以让大家先想念我一会儿，让我好好的准备二专，让二专再飞一会儿吧。嗯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解第二瓶咯。三二一，
三二一，咔嚓。那个，这个是演唱会有关的，都是演唱会。演唱会的话，因为现在疫情虽然就是没有之前那么严重，但现在疫情还是没有彻底的就完全的过去。对，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轻易的掉以轻心，还是要做好防护，要勤洗手，要戴口罩，然后就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嘛。所以演唱会的话，肯定还是要在疫情能够彻底过去之后嘛，然后就才开始开演唱会，因为任何时候健康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保护，然后希望我们能够在演唱会相见。好，那我们来接第三个吧。好，咔嚓。这个居然有人问你白 T 的链接啊，这个不能读。嗯，那就是随便一个白 T， 很多白 T。但你这是古风的。你以为里面没有白 T 吗？哦，好的好的，不好意思。然后的话呢，有我们的深米说让深深早点休息，这叫问题吗？你醒一醒，招财猫。不是，就是。快快快，接下一个。啊，下一个吧，下一个吧。嗯，三二。生日直播，生日直播，那是因为就算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小小的约定，就是我自己生日的那个9月29号的时候，我都会自己在家跟他们直播一下。就如果没有那种就是太没有办法拒绝的通告的话，我都会尽量的去保持这样一个小小的习惯。会在家里开吗？对啊，会啊。哦，好厉害哦。啊，不是不是，都跟你说了，不要轻易夸别人。好的好的，我们再来下一个问题。还有哈。好的，我们3 2 1。下一个，有没有早点睡？晚饭吃的啥？晚饭吃的一定会有吃土豆啊。早点睡的话，因为最近有点过于的小小的赶时间，所以可能睡的话就尽量在中间抽空睡吧。但是最终还是想能够保持好一个状态去每一次演出或者是录出，因为我觉得每个机会都来得很不容易，所以放心放心，我有好好照顾自己，我觉得我休息得还不错。嗯，好，那我们来下一个问题咯。好啊，现在大家可能都在那个就是让你早点休息，我们再等一下。好，我们可以开始了。就等了2秒会有很大的区别吗？你就直播会有延迟，所以他们可能刚才才听到那一句啊。嗯，对，就是会有延迟。你在干嘛？好的，我们又截到喽。不出意外都可以截到哦，招财猫。想听《烟花易冷》。《烟花易冷》的话，就是我在另外一个节目里面唱的歌，然后应该它过一段时间就会播了嘛。那现在听，是的，是的。月纷纷，旧故里草木深。我听闻你始终一个人，斑驳的城门盘踞着老树根，缘分落地生根是我们。哦，还有刚刚那个问题，就哦啊，不是不不不不不不是不，就是刚才那个有人问我，就突然想到，你刚才真的，因为就是我们先生唱的真的是太好听了，你看你有多假，不是真的很好听，就是大家都知道，所以话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我刚刚有粉丝问，他说刚刚那个大信箱会带回去看吗？会啊，那个大信箱我们会给先生带走的，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对对，是这样子，你就那个手势也是蛮多的。好，还有下一个吗？好的，我们就来截最后一个吧。上面说是招财猫，真的太惨了。嗯，不惨不惨。你惨吗？不惨。嗯，你开心吗？还挺开，就很开心，很开心。OK， 有留下很坏的印象吗？啊，不会不会。那温州话用就是说柠檬真的太酸了，应该怎么说？就是柠檬两个字我不会说，真的就是你知道我普通话那么好，就是因为我从小不讲温州话。你是在攻击其他的温州朋友吗？哦，不是，也没有也没有。温州朋友们，招财猫说你们的普通话不标准哦。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在给自己挖坑哎，朋友。哎，好的好的好的。我看到一个说跑男撕名牌赢了吗？哦，对哦，我觉得哎，你们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我觉得嗯，和你们想的不一样，和你们想的又有那么一点点一样。嗯，好的，那我们你刚刚不是截了个屏吗？啊，我没有，没有截屏啊，就是我们这一拍就我自己看了一个，我就回答就你就过了。对，就是因为那一屏全部都是哈哈哈，然后就是那一个问题。那我们再来截一次吧，我们再来不截了，来、啊、下一个环节。好的好的，那我们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618的开箱环节啊。对，因为今天深深来到了我们东方娇娇直播间，其实我们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店铺里面的镇店爆款的618大宝箱啊，是这样子的，百宝箱。来，我们让深深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这是我们的618的大宝箱是吗？对，正款宝箱。正款宝箱，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镇店百宝箱。那为什么叫正款宝箱？嗯，脚本上这样写的。真的吗？我看一下在哪里，你给我指出来看看。真的，你看，正款宝箱，爆款宝箱。哦哦，不好意思，这写的是爆款宝箱。嗯，好的，爆款宝箱。来，我们先把它正款打开了。哇哇塞，真的，满满的东方记道。慢慢的都是爱，想不到那么快遇见你，什么都说出来。可以从当中先拿出一个产品来哦。这里分别有面膜，我们的40幻彩面膜，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面膜好不好？它的话是急救面膜，就是能让我们的肌肤就是一片就是吸满水，因为它就是有相当于半瓶精华里面的成分。一片面膜相当于有半瓶精华。对啊对啊，很厉害这个、哦、就是不是所有的面膜都可以被称为急救面膜啊，是这样子的。其实可以不用补后面那句啊，真的，这个是实话啊，真的哈、哦。哇，好多哦！所以是就是618会有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就像是买这样一个 set 是吗？不是，这是我们专门给你准备的，因为你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我们的东方记道我给你准备的镇店宝箱。哦，谢谢，哇塞！对，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四季精华，四季精华哦，这是秋之庆，对，春精华，对，然后夏精华。还有我们的冬精华，哦哦，哎，怎么有两个夏精华？春夏秋差个什么？哦，差秋哦，差秋冬，差冬精华，没关系，稍等，我们给你补上哈。嗯，谢谢啊、哦。嗯，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春夏秋冬分别是什么样的肤质，用什么样的精华呢？啊、哦，好的，春精华的话呢，它是适合混油皮，因为它里面有加绿茶、哦、啊，这能帮我们皮肤进行一个维稳。那夏，然后的话呢是夏精华。夏精华的话呢，大家就是其实我个人来说，这两天一直有在用夏精华。嗯，因为夏精华的话呢，就是对于我们夏季皮肤出油的我们的各位美眉啊来说，所以你给大家的推荐就是因为夏天到了，所以夏精华就很热，你知道吗？我就是今天外面走一圈，上海外面走一圈，真的就很热，就身上都一直出油，对，好闷，特别闷，闷。对，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用我们的夏精华，因为我们有加入了藏红花，嗯嗯，它可以帮我们减少日常 UV 的一个损害。嗯，那秋精华呢？秋精华我跟大家说一定要买啊！秋精华，因为秋天马上就到了，换季节的时候就是皮肤会很干燥，是不是？是呢，对，我们的秋精华里面是有雪耳的成分，雪耳它的抓水能力是非常强的。什么能力？抓，就补水。哦，抓水能力。就补水保湿、哦、嗯，是这样子的。然后的话呢，是我们的最后是有冬精华了，冬精华就是干性的皮肤一定要用的。哦、嗯、好，谢谢。嗯，那赶紧购买起来哦。好，看一下这还有什么。清肌凝露。对，清肌凝露的话也是帮我们肌肤进行维稳的啊，是这样的。清肌凝霜，凝霜是在凝露之后用的，先用凝露，再用凝霜。对对对。哦，那这里有个恒肌凝乳，恒肌凝乳吗？啊，恒肌凝乳的话，大家也可以购买起来，因为这都是一套啊，买东西都一定要买一套。今天买多了，我们还会有额外的赠品，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去下单喽。五方露。五方露就是在我们四季那个精华之前用的，它可以帮我们皮肤进行维稳，因为它里面是有加入非常高浓度的这一个烟酰胺的成分，是这样子。嗯 嗯，好，谢谢谢谢。这个哦，还有一个滚轮呢。对、啊、哦，这上次我见过，就特别好看。对对对，然后就给我一个，然后很舒服的那一个，给我一个，然后很漂亮里面。这样，
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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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爆款礼盒。对，其实你仔细看，其实我们里面还有暗藏玄机，很厉害。这是兔子吗？啊，不是这只兔子，你可以再翻一下。暗藏玄机哦，有一封信、哦、是的，又这么厚，不是，这是我们品牌，是我们品牌写的，来来，捡起来，捡，好厚，不厚不厚，这么多年的情分，真的是，这啊，不厚不厚、啊、不厚不厚，是的。蒂尔森森，Hello， 我们的皮皮森，好久不见了呀！我是小纪。2020年3月3日，机智又可爱的你正式成为了我们的代言人，真是令人难忘的一天。你拿空灵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并爱上了东方之美，这也是与我们东方基道最好的结合。在舞台上，你是迷人的小王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次次惊艳的演唱；在直播间，你是大家的开心果，总是能给我们带来一次次意想不到的惊喜；在深言浅语中，我们的小问题也总是难不到你，真是败给了你的机智呢。你总能在温文尔雅、帅气与可爱间不停地切换，带给大家无限的快乐。我们因此也从你身上感受到了宝藏男孩的魔力，当然我们也同样在你身上看见了你对梦想的努力和坚持，还有对生命们的守护和约定。你的一点一滴都深深地打动了我们。那悄悄说什么？记得你说过，你可以继续带着问题，不要问出来，然后继续去你的人生冒险，你会发现很多惊喜。相信未来会有很多的冒险和惊喜在等待着我们。2020，我们也很荣幸能为你的每一季定制专属护肤方案，一起继续追寻心中的那道光。希望你向这个世界继续展现更多不同的东方之美。深深记得，花开不散场。爱您的东方基道，谢谢东方基道。谢谢我们深深今天来到我们东方基道直播间。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宝箱就给到此给大家展示完毕了。那我们在我们今天直播最后呢，还有我们最后的五份我们深深亲笔签名的古风写真要给大家送出，然后作为我们今天直播的结束了。好啊，哦，结束了吗？对，因为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你知道吗？一个小时就过得很快的。你知道吗？这句话我20年前就在听了，嗯、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对，就是就是上次我也说过。对，就真的是知道老套，你还不学点新的词？好的，那我们最后五那个抽五个我们的朋友，那我们大家刷起来，谢谢深深，谢谢深深来，大家刷起来。为什么谢谢我？因为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都很开心啊。因为大家我看这些评论都在哈哈，就不该问你这个问题。好，然后我们大家来刷，谢谢深深，然后我们给大家抽五位我们的幸运朋友，对，签名的那一个古风写真，非常漂亮那一个。好的，那我们先来倒计时来截屏吧。啊！咔叽。好的，五位。第一位是陈，一个陈，哈哈哈。第二个是深深，你带我走吧。第三个是 LWNR。第四个是潜水的星火。第五个是波特太太9812。谢谢大家，恭喜这五位幸运的朋友啊！然后的话，三天内联系我们的人工，三天内联系我们的人工客服来领取就好了啊！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呢，马上就结束了。大家还没有下单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下单，因为我们今天是前5000名下单的朋友呢，会有送就是没有签名版的那个古风写真的啊，是只有我们深深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一个专属福利、专属机制、专属优惠，给到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专属 VVVIP 的各位深迷们哈。那我们今天就可以为自己的肌肤选一个适合自己、适合季节的一个护肤品吧，给自己制定一个护肤方案。是的，大家还没有购买的一定要左下角购物袋来购买一下咯。好，那我们今天直播就结束了，深深可以跟大家说再见了，拜。祝大家晚安，晚安，拜拜。好了，早休息早休息，不要熬夜咯。晚安，拜拜，晚安，拜拜。